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我梗係冇啱啱染完頭髮啦，有阿專問我咁特別黑喎，屌呢啲白髮喺曬度啊，點會特別黑啫 ？OK， 好啦，咁啊即係你話怨氣多，唔止呢度怨氣多啦，你睇下市房係嘛，屌呢個街，屌天氣又唔好，好在仲有歐聯嘅啫，屌今日咧我就收咗幾日白種嘅板啊，終於咁啊哇係，我好撚想食，咁但係我哋啊聽晚有嘉賓嚟，我哋好多嘢食啊，聽晚先講啊。咁啊咁快四月咯，咁啊係啊，六月就話端午節，跟住又話中秋，咁啊眨眼就一年噶啦啊！而家最希望就係世界和平安然度過咗啦，而家踏入咗呢個農曆三月噶啦。係咯 ，OK， 喂，香港我有啲你唔知啊，你而家未過啊嘛，三月陸陸續續嚟。喂，仲有喎，但係又咁講喎，要做嘢咧都係呢個人講噶，即係就要喺上半年做曬咯，一下半年就含包產噶喎。即係上半年食得就食，瞓得就瞓。真係唔係，咁你賣樓啦，咁老實講啊，咁你即係個失賴咁咁講。香港我哋唔好講，講世界大格局你都係好大鑊啊！你睇落去，係咪先？點唔大鑊啫？啊，你都唔知點算。好啦，房署話，單憑有所謂名車咧，就作為必然濫用嘅推想，可能未必好準確，不過一個好嘅線索。其實喺去到呢個位置又係講句嗰句，不斷喺度做呢啲嘢，當然啦，濫用公屋就梗係一件唔好嘅事啦。咁你哋咪要去查咯。但係咧，房屋署呢幾年做嘅嘢咧，佢鼓勵人哋卜灰啦，啊，即係製造社會矛盾。喂，真係我覺得非常之差。嗱，你好似呢個啦，講真，有架車。啊！即係咪能夠顯示到咧？嗱，而家就識講啦，話咧都會計埋啲啊折扣啊等等。佢話唔係話唔可以俾大家積蓄到積蓄有一啲財富嚇。咁、啊、但係咧啊，有啲住得較遠都可以。總之準則就唔可以超標。根據佢哋嘅計算方法，咁其實咧啊都係大件事嘅。嗱、啊，我唔知公屋嗰啲資產限制係點樣啦。收入就一定係可以限制㗎啦，即係入息資產都有㗎嘛。你當一架唔好話咩啦，一架Benz S 係新車，我當一般啦，百零二百萬、二百零萬咁樣一咁，其實一年車咧就好冇譜喎，已經好冇譜㗎咯喎咁一般嚟講都要百中啲萬嘅，咁但係喂好多時喂有人俾電話我，俾個電話我，喂屌你八條，喂七條啊！嗯啊！喂，行咗幾百公里嘅喎，咁你啲老細車掉起上嚟就係咁嘅咯喎。你一去到兩三年咧，哇，好新淨啊，仲可以。喂，五條啦，30萬啦，都係咁樣。我啲老細車，你點評估咧？或者人哋送俾佢又得唔得咧？啊！咁啊，其實咧，我真係唔知啊。你有啲友又好話唔好聽，而家啲女啊識。好多真係好識車嘅，啊！即係你試下揸下屌你19號車出去睇下啱唔啱到女啊！咁但係都係有啲女好啦戇鳩嘅，啊！話所以有啲人咧，屌你諗起我就真係唔會揸啦！即係你當然做腳車冇乜所謂啦，屌喂揸有啲車咧，有啲車我覺得真係要揸新款啊！即係你呢個愛嚟炫耀啊嘛，你唔係愛嚟咩啊嘛？你揸舊車嚟做乜撚嘢啫？啊！冇錢就唔好撚揸，寧願實實際際啊！揸架土佬坦，我唔知幾撚中意，我最撚。我最熱愛的車廠就是豐田，因為我揸凌志嘅，其實豐田都係我最中意嘅啦，冇啊，別無兩樣。所以我而家咧，屌日日祈禱啊，日日念經啊，屌你拜神嘅時候，屌你諗啊，希望啲電車快啲冚家產，屌你老母儲去，等到啲油車上翻嚟，屌你等到啲沙特阿拉伯中東佬嗰個，屌你老母繼續富貴，最好日本仔，屌你輕能源啊，掂撚曬嗱。其實而家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嘅，你有冇發覺咧？近呢兩個月突然間吹出嚟，其實電車都未必係我哋嘅將未來啊呢樣嗰樣。咁呢個當然可能係即係最客觀嘅事實。其實你有陣時又好難怪我哋偉大祖國有啲人嬲啊。因為做電你最叻啦嘛。咁如果我開始慢慢即係宣揚一種其實電都未必係最好啦嘅嘢，去抑制抑止住
電車在呢個世界不同的地方的銷量啊，即係呢啲都是政治和利益嚟嘅啫，其實係嘛？咁啊咁有報道話，喂，有啲公屋租户咧將單位租上租喎、哦，嚇、啊，1200元單位可以租到2500喎、哦，出去賺錢。嗱、啊，其實呢啲咧就不單止要攞翻間屋，係刑事要告鳩佢。咁羅淑佩話掌握到資料，其實租上租就真係太危險啦。就算自己親戚都係咁講，反轉豬肚就係屎，老喺度唔好滯嘅。OK， 好啦，好似呢單嘢咁，關於公屋，有個24歲嘅男生。我不知道是什麼人，在小紅書，說香港人都有玩小紅書的，發 post 說依去房屋署舉報了父母濫用公屋分租給非戶籍人士住，他還上載了4月2號和4月3日的電子表格舉報他在觀塘高宜村高遠樓父母濫用公屋單位，網民就大讚他做得很正確等等、啊、也都有網民問他哇用不用這麼狠心，有沒有跟父母商量一下先、啊、這樣說。樓主回應網民就話：我父母都咁對我啦，我仲同佢哋講乜嘢啊？我同佢商量得，我就唔會去做舉報啦。本來我都唔想做咁絕嘅，但係對得，但係佢哋咁對我，嗱佢冇講點對啊嚇、啊，我就睇到我父母對我有幾痛恨。你恨我啊？我咪同你玩鋪大咯，等等。我唔係想喺佢嗰度講緊幾大義滅親。首先佢父母咁樣將間屋租俾人。在情在理，當然不啱啦，都是不啱㗎。你問我啊，富户啦，用我政府資源啦、嗯、但是更加令我睇見呢一單嘢咧，其實我都覺得心寒，因為所謂的大義滅親，我哋梗係有標準㗎啦。嗱、啊，我不是話父母做得啱啊，但係呢啲咁嘅情況係咪即係啊？嗱、啊，當佢唔好話係大義滅親啦，譬如俾人哋舉報。佢父母呢啲都畢竟可能係交翻間公屋出嚟啦，取消嗰個公屋資格啦，或者仲會坐1年半載嘅監。其實都唔係話算係好嚴重，或者道德淪喪嘅惡行嚟嘅，係呢一單嘢嚟講。因為我同大家講，好多人其實覺得都冇乜大不了㗎，佢唔租俾人就只不過可能佢哋驚會篤，即係俾人篤灰㗎咋嚇。有啲人唔租俾人。霸咗間公屋嗰度擺衫，即係可能我呢度網友都有100多人係咁做啊！即係曾經或者會咁做啊，將會即係你問心嗱，我冇公屋咋？如果我有公屋，我而家喺度大義凜然，屌你講撚到屌你老母咁撚彷徨，你問我原來發撚咗達嗱，我唔知啊，現實情況我唔知啊，我諗我99%都唔會交翻個公屋出嚟咯。嗯，即係我誠實面對自己啊。咁當然俾人篤灰嘅，或者我發覺有危機嘅，或者我成為名人嘅，咁我雞。屌你自己做啦，冇辦法啦。如果唔係嘅，屌我咪得閒翻去，即係呢，即係咁樣，即係咁啦。香港人嚇、嗯啊，即係我講現實啫。但係咧，我係覺得呢一個男仔咧個行為反而令我覺得好撚心寒喎、啊。喂，首先你究竟你父母點對你先嚇、啊？你因為所以有陣時我哋譬如以前講英暗示，喂親人都唔可以做。做證人啦，唔可以做證人，唔係驚你一定係偏袒你個親戚啊，係佢唔想你去督你個親戚，令到你個倫常即係有亂嘛啊！咁嗱，我唔係話乜嘢，因為實在太過少資料，可能佢父母原來冚家產毒，唔係淨係咁樣嘅。屌你老母，原來佢老豆雞奸佢啊！又逼佢同我老母奶閪啊！又屌佢帶條女翻去，又強姦埋佢條女啊！即係咁撚，原來係即係屌你老味，喪心病狂、滅絕人性嘅。咁我覺得，喂你咁做都情有可原喎，你快撚啲添啦，同埋一早要報串啦。但係原來可能只係對你唔好，成日鬧你又話你唔撚冇撚用啊，唔俾錢你使啊，唔撚揾嘢做啊，你都唔知佢咩頭咩路啊。但係咧，我如果你問我，我就唔會答呢啲嘢。我覺得呢啲咧，即係竟然有人話係，喂做得好，支持樓主。即係都係嘅，但係因為唔關你事啊嘛。但係個社會真係唔應該咁樣嘅，就有陣時係好難噶。嗱，你話唔係，你有啲嘢你真係冇得唔大義滅親嘅喎。屌你，原來你老豆真係出去屌你，咪搞13歲樓下搞完一單。喂，老豆，喂你咁樣，喂仔啊，屌你，我真係唔想啊，我飲埋咗，你俾一次機會老豆啦。咁你有陣時可能你真係會俾一次，跟住你發覺原來女再犯，原來屌你咁樣嘅。喂，你嗰啲就真係要諗大義滅親，嗰個都好難啊。有陣時都啊～
好啦，話呢單嘢本來我第一單我都冇報，冇報嘅，我因為覺得唔係咩新聞。但係出現第二單咧，我諗好多嘢啦。早幾日啊，正 send 俾我嘅第一單就係話淺水灣定邊度發現咗有啲白粉磚啊嘛，喺個海度。屌咩事啊？咁有白粉磚咁撚巧咁撚奇，屌你媽幾日後喺荃灣汀九麗都灣海灘又發現有個綠色膠桶喺岸邊再浮再沉。打開發現膠桶有八個磚狀物品，入面見到是白色可疑粉末，而家懷疑是可卡因。喂，大佬喺尺嗰尺上尺尺，應該中冚角啊，十九幾廿嚿，而家八嚿。喂，我唔知道包裝係咪一樣。喂，大佬，屌你香港真係幾時變咗白粉港啊？係咯，屌你我中藥港我做唔到，數碼港我做唔到，真係做咗白粉港喎。比你強咯。屌你個港口真係會有白粉嘅喎。喂，有咁撚奇怪嘅事，嗱兩個可能嘅啫，兩三個可能啦。有人走私嘅時候，俾人追逐，係啊，掉落海，俾追逐佢嗰個可以係執私嘅海關啊，咩毒品啊，警方啊，或者古惑仔黑係黑，嗯啊，亦都有可能係，我喺度諗，屌會唔會好有個好似紙巾盒嗰啲大盒啊，屌你通緊，紙巾盒都冇咗啦，最尾係啊，係啊，冇咗，直情真係慘啊！我好撚中意阿周秀娜噶嘛，嗰陣時周秀娜而家唔得啊，唔係因為佢 get old 啊，係因為佢太瘦啊，瘦到真係好撚可怕，即係完全冇曬。佢其實出嚟都唔係肥噶，佢出道嘅時候都係 fit 噶。屌你瘦撚到咁撚樣，紙板人咁撚樣啊！好啦，係咪有個紙巾盒咁嘅人專係去賭搞鬼咧？即係偷人哋啲白粉出嚟掉落海咧，嗯，嗱，仲係喺岸邊再沉再浮，係咪要真係就要俾人哋睇到咧？真係唔知啊！喂，我諗呢單嘢一定有內情嘅喎。如果你再發揮下想像力咧，喂，可以寫個科幻小説㗎啦。嗯，開個頭就好容易開嘅。話喺呢個屌你啦，亞洲屌你曾經被譽為呢、這個啊亞洲傳奇都市嘅 H 市啊，喺發生咗一單奇事嚇、啊，就係、是、第一單就係、是、發現咗十九磚啊呢、這個價值成2000萬。港幣的白粉磚在個海邊再浮再沉，這一單你一單就不是奇了，但是不出幾日又發現第二單的時候，那就有些奇了，然後你就開到故事好了，懸疑都可以的，嗯，是吧？那當然怎樣收尾就是這個什麼啦。好了，唉，這單我真的不想講。醫管局早前宣布重啟醫院認證計劃。醫院認證計劃是什麼呢？咁其實，咁我諗好多行業都有啦。嗱，喺一啲透過外嚟獨立嘅專業機構協助啦，去認證啊，你譬如呢樣達到標準，呢樣達到標準，呢樣達到要咩改善，希望可以達到有一個水平。OK， 即係好似我哋譬如有啲咩乜嘢行業嘅咩 ISO 啊之類咁嘅嘢。嗱，原來咧睇翻嗰啲資料咧。醫管局在2009年咧，而家講15年前就分段展開呢個醫院認證計劃嘅，目的就係確保醫院嘅管理同埋服務水平同埋醫療質量達到國際標準。但係推出之後咧就備受批評，點解呢？好多醫護話呢個計劃咧就衍生咗佢大量嘅文書工作，令到佢哋做嘢咧嚇。同埋壓力大增，於是乎喺推出咗呢個計劃9年之後，2018年啊就暫時終止咗醫院認證計劃。舊年 OK 就再重新宣布重啟呢個計劃啊。咁我覺得無可無不可嘅。咁如果你要重啟呢個計劃嘅，咁你首先一樣嘢，因為你之前你係大量醫護去投訴啊嘛，工作量大增啊嘛，咁你首先一樣嘢要減，即係你有咩方法令到可以重啟呢個計劃？啊！而唔令到佢工作量大增咧，嗱，因為凡親咧，你諗下啦，所謂專業機構去研究你間醫院嘅運作，去提供一啲意見，希望你咁樣改善，你係一定會做得多嘅嘢噶，佢唔會要你做少啲嘢噶嘛，嗯，係嘛，一定係做多嘅嘢噶嘛，同埋人好怪嘅，喺嗰個模式度你做開嗰啲嘢，就算你一日要做1000樣嘢，佢而家要你做700樣嘢都好，但係改變咗呢個模式咧，人好怪嘅喎，就係覺得佢唔咁中意啦，啊。咁好，咁你解決咗個問題未呢？啊，因為而家以我嘅理解，我哋啲醫護人員應該係仲緊張過2018年嗰陣時喎，係嘛？即係走咗咁多喎。好啦，而且佢咧今次就唔會用過去即係澳洲嘅標準，就改用
內地的標準。好，喂，咁我真係拗撚曬頭啦！喂，我哋就係西醫為主啦，係嘛？即係要 improve 我哋嘅醫院嗰個營運質素。大陸醫院好，竟然我哋唔係用澳洲標準喎，用開嘅喎，就改用呢個內地標準。嗱，比利時啊，都未夠，未夠，未夠。佢話咧，點解啊？因為內地和香港的文化背景相若，認為新標準會更加貼合本港的醫療制度，那我就更加奇了。文化相若，你是不是說我們講中文到底吃餃子吃上海麵的文化，還是說醫療文化呢？喂，只是大陸啊，在醫療上面啊，它是採取中西合璧的，是不是的？是的嘛，好像中醫西醫兩樣來的嘛，就是那類的嘛。喂，依家同我哋非常唔同啦，啊，跟住仲未夠，嗱，仲未夠。根據佢哋嘅發言人呢，這個黎靖康就話：唔係澳洲標準有乜嘢唔好，只不過係想參考唔同嘅標準去互補不足，不過放心，我哋唔會跟足佢嘅，我哋咧一定係會制。不會一本通書咁睇到老，如果佢唔啱用嘅，我哋都唔會用，咁我就奇怪啦。佢係一個即係認證機構，係一套嘢，你又唔撚跟足佢，咁屌你！即係嗰套嘢係認可咗你係咪達到嗰個標準啊嘛？你又唔跟足佢，就自然達到唔到個標準噶啦。咁點解你唔揾一個同你個醫療文化上面更加配合嘅澳洲去睇咪得咯？喂，你真係覺得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嘅喎。嗱，佢話啊，我哋譬如好似大陸咁，佢話大陸咧，佢話強相關認證計劃唔嗱，相關認證計劃唔會著墨喺醫療診斷嘅方案上面，即係醫療診斷咧，佢都知嘅，就同我哋唔同啊嘛，所以佢唔會著墨喺嗰度，而係睇重醫院有冇按循認證醫學制度的程序確保醫療安全。其實我真的不是很明白，他原來連個醫療個方法都不同的時候，他的醫學制定程序又怎麼能夠同 fit 到你的醫療制那個方法呢？你明白我意思嗎？都兩樣東西。譬如他把脈的，他認為這個程序現在把完脈整個驗血，你都沒有把脈的，你冇把握假嚇，咁你兩樣嘢點解要用佢咧嚇？佢又話，所以咧，內地標準係唔會改變本港現時對病人嘅醫療方案嘅嚇。佢話而且你哋唔需要咁擔心，呢個標準已經成功獲得國際醫療保健品質協會嘅國際認證啦。因為即係話佢呢一個標準啊，大陸呢個標準都認得獲得人哋認證啊。咁呢個我唔為嘅，但係人哋認證就覺得佢嗰樣嘢對大陸嘅醫療文化係配合到啊嘛，係嘛？都唔講係咪有冇呢啲啦，嚇，真係好奇啦呢個世界上。咁我只能夠咁講啦，嚇，佢話亦都唔會，而家今次係專登揾人、專登請人啦，翻嚟處理相關嘅文書工作。故暫時對前線的認證計劃咧，應該反響不大嘅，預料就不會出現2018年的情況，即係文書工作另外再請人嚟做。OK， 你又睇下點樣咯？我哋放長雙眼嚟睇啦。香港，你真係嗱，我唔想咁講啊，因為真係大家血濃於水啊！屌你諗，你咁撚多嘢唔參考，呢啲嘢你都揾大陸嚟認證？係嘛？大陸啊，點解睇唔起你哋啊？因為大陸人都係希望去外國話，即係佢哋嘅醫療機構啊，嚟香港睇下點樣學習啊，先進嘅管理文化。屌你諗你啊，自己咁撚樣係嘛？休息一陣。